这个地方啊，是红桌子，红桌红灯笼。很台湾呢，会不会有放米的问题？会有塑胶碗，还有空笼放空吧。大家平安，平安是我们工作天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已经来到了我们在法国表演场地的台湾馆的后台，然后等一下呢，我们带你们参观这个后台每一个场所更衣室，然后它非常的贴心，里面有三间，而且你看这个，对，它会说没人，然后你要有人的时候翻过去，对，哇，好棒，很聪明，茶水间，欧盟里面的东西，你要知道在。国外可以吃到台湾的泡面是多么的感动，下雨真美，这个是制作团队的工作室，对，他们很辛苦，感觉会有空吧，然后第二道羹汤啊，还是什么油饭啊，7:36。天还这么亮，太阳还亮。Colombia。Colombia。然后这边呢是台湾馆的隔壁，台湾馆隔壁就是巴西馆，然后他们就是有沙排。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蒙古了，蒙古包。哇，我们现在在蒙古的场馆，超帅，有很多的蒙古包。那这边就是直接把它的建筑搬过来了，还有很多它的乐器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来到了后台，对，然后我们接下来就是要去指挥一下他们现在都在做什么，很期待。我现在在储备我的体力，还有没有吃鱼油吧？有，要不然你的镜头会这样。大家好，我们现在在后台，我们要准备演出了。对，我在后台准备演出，我在后台准备演出。看到一个阿德伯杜演出，阿伯杜。好了，兴奋奋奋，兴奋奋奋，兴奋奋奋，三分，分了，准备有分，就。Let's go! Woo! Everybody!
我想要送给你最美的花，因为无我都藏在心里底。你爱知影，咱的缘分是天早就注定好势，不是不是，像伊讲的安尼，袂予你伤心，我是你唯一的选择，请你不要搁再。阿富来自花莲瑞穗马绿部落的萨奇莱亚族。你们是巴黎来的居民，哎，你们的爱在这里可以吧？Everybody's
Traditional tribal elements and use it in pop music. I really love it. Next level.